怎么没委屈被分手忘不才能够沉溺所谓的潮流欢迎回家。今天是我们的来到贵阳的第二天，那昨天大家有休息好吗？哦，太好了。感觉今天天气也和昨天一样，对，阳光明媚，很舒服。感觉很适合我们。
在国庆假期一起出来，带着朋友和家人一起秋游。那可能也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火星演唱会的朋友们，可以大概的介绍一下。可能刚刚进来的路上应该有看到，就是我们有做了很多的玩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艺术装置可以打卡，然后同样也会有吃的喝的，然后大家下午就比较轻松一些，所以可以想站着看演唱会、躺着看演唱会、边吃边喝看演唱会都可以。我们火星演唱会是不被定义的，所以希望今天下午大家玩得开心。OK，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比较适合放假的时候来听，平时可能工作也已经很辛苦了，偶尔休息一下，打开我们的飞行模式。Oh,
些道理，我们从小就听，长大后不得不听。命运的命不是道理，多难履行，而是现实的太人性。多少人能看懂人性的空境？只不过活着活着，只活出了年龄。我攥着别人遥不可及的东西，一边自嘲，一边冷眼那些肮脏的事情。如果真话叫句假话，不如闭嘴来得亲近。彼时那含蓄的交易，都像强行镇压的陷阱，让人无时无刻高速运转，该怎么保持清醒？趁你们还热爱浑水摸鱼的游戏，你们正经，你们羊皮壮壮，你们的使命，当着傻子乐死，不必再小靠着热情装傻的戏子。你的转动触过飞溅的环形，怕被拆穿，还没被拆穿，本就是你要的自己。I'm a boy
去考虑又考虑，趁你还不知道为什么叹气，趁你还没学会装模作样证明你自己，你想什么什么趁你还需要快来不去考虑又考虑，看到了好多，今天大家也都打扮得非常的艳丽耶。艳丽，赶紧站起来！不过哎，有那个舞狮的，赶紧站起来！啊，小丑女又来了。我刚刚看到有什么奥特曼是吗？还是那个什么？我们一起什么奔赴、啊、相互奔赴是吗？好啊，感觉每一次大家为火星演唱会奔赴而来都会精心的打扮，我觉得每次看到都特别开心，然后还有穿婚纱的，而且还是那种带有民族特色的这种婚纱，哎，自己做的衣服吗？设计的，找人设计的。哦，我还看到好多穿着很传统的我们的那个民族的服饰。哦，看到了。让我看看，我刚刚看有人哦。这是什么画了一幅我的画是吗？哦，这是你自己画的，自己画的，哇，厉害！哇，这是用什么画的？这什么画的？头上的头像。文字啊，我看一看，是要。可以给我看一下啊！哇！啊，这个是名，这么多名字，这是歌迷的名字吗？这上面火用火星人的名字画的，这么厉害！还有我的名字也在上面，啊，好多人啊！黄晶晶、梁浅浅、浅浅。对对，刘亚军、小爱露、小玉、发发，好多人啊！哇，这个你好厉害啊！送给我了，好啊，谢谢。啊，我可以收下吗？作者说送给我了，谢谢。没想到开了演唱会还收了一个礼物。OK， 我之前有说就是，我们下午场会比较轻松一些，所以，我们的音乐总监郑楠也，改编了一些，就是把我之前的一些歌曲给重新做了一些，做了一个不插电的一个改编的版本。哦，大家可以来听一听。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都是孤独的。我妈呀，我的虫子！哎呀，赶紧滚！好吧。
想只剩他一个人游荡，他拥抱过生命中幸运后有错失的人悲伤，雨在下在下，一整夜不作声，他的痛有谁能懂，他的梦无人过问，他多么想多么想世界里面天真，他明白了上帝为他关上窗棂盖上门再等，雨在下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新改编的歌曲，《逃离乌托邦》。被无形之笔牵着走，我活得多么不真实。
己的情绪。并牵着走，我活得多么不真实。接下来一首歌呢，是一首也是一首一首很早以前的一首歌曲，但这首歌好像没有发过，是没发吧？这首歌好像发过吗？没有吧？叫做《高手归来》，多年以前的一首歌，来了。对啊，正好三根柱子。我没摆，我不拍大哥。晚上肯定要换，不能开着拆。爱就像是一片浩瀚，无人。一切有恃无恐，宿
演出中为我，让你为我拭目以待。你也很美啊，啊什么啊，亲一个大白天的不好吧。那要不这样吧，我们首先是不是得邀请一下我们的证婚人啊？他还有名字吗？那要不然我们先把他请上来好不好？哇，这个男生穿着古装吗？好帅啊！让我想起了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葵花点穴手，好帅啊，很有那个古装的那个美男子的那个样子。原来火星都是那种，要不就长得都是很漂亮，要不就是都是那种小帅哥。你是火星人的家属，还是你自己就是火星人？只能说大家眼光都还挺好的。感觉你们平时吃的也挺好的呀。
是一直治很好，这么大个帅哥在面前。杀生丸，哇，酷了。下次你可以让你旁边人 cos 请 HR。OK， 那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喊出我们证婚人的名字，让我们大叔叫出他，叫出他的名字。证婚人。哇，那个自带 BGM 的男人又来了。哇，你今天这个发型有点厉害啊。感觉有点骚气，好看哎，我觉得比昨天那个好看。哎呦，这位帅哥，感觉你平时吃的挺好。不好意思，打断了大家的亲戚。怎么会？国庆快乐，新婚快乐。换了一个新发型，贵阳这边的天气真的很好，这几天吃了好多好吃的。啊，是吗？我也是，吃昨天前天我也吃了很多吃的。你吃了什么？我吃了那个蛋，就是蛋包饭吧，对不对？就是里面还有洋芋，然后那个很好吃啊，还有一个豆腐，就是那个炸类似于炸豆腐一样，要蘸那个蘸水，真的很好吃啊。我演唱会通常演唱会开之前是不吃东西的，但是。贵阳的美食真的太，我有点太经不住诱惑了。对，你吃什么？我这几天吃了酸汤牛肉，然后酸汤鱼，哦，然后还有酸汤米粉。跟酸汤干啥？我全是酸的。因为看到你们万里奔赴这么盛大的婚礼，我酸了。哇！哇！原来是啊，你跪了这么久，原来是为了这个。有这梗的吧？然后我看到昨天有一位火星人上台嘛，和你划拳的时候，只出剪刀，舍不得出拳头和布，因为你这是他们的全部。我也酸了。哎呀！但我发现火星人其实真的不会说土味情话，因为都是他们爱你的真心话。做主桌要有觉悟的，弟兄。必须的。谢谢 ，Give me some passion。突然一下，昨天有了真名。总算不是史蒂夫了，对吧？哇，你今天这个好厉害啊！酝酿了很久，昨天也准备说。感觉我输了，我。那你要想想一会儿怎么去，亲亲也好，对吧？其实我主要是因为你知道我来贵阳为什么会，我刚刚不是有说吗，我说我在贵阳的时候之前都是，其实每次看演唱会之前我是不吃东西的嘛，但是贵阳的美食会让我突然一下没有经住诱惑，在前一天吃了很多的比较辣的东西，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后面的三天会被甜到爆。你赢了，你赢了。好家伙，土味情话大全。这是我自己现想的现编的。谁还不会来个铺垫？笑死我！亲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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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一个。要不我们可以今天想一想，玩一个别的东西啊？不行，先亲。可以啊，玩一下。既然要亲一下，那我亲一个，我们试试看能不能用这首歌来。在这个歌里面亲是吗？我想一想吧，既然大家都这么热情，是不是要甜就甜蜜一点嘛？可以，好，来，准备好了。OK。便利店有人
只蜗牛背着书包讨论数学题，就把你傻逼对狐狸亲自这秘密，太多太多的惊奇，慢慢才发现 One two three go 红尘猫多遥远，空姐小姐去哪里，健身房哇先生来回游了几公里，你体会人猫一双狗热衷于各种爱。Everybody say O-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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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R-
哦咿啊咿，哦咿啊咿，哦咿啊咿，哦咿。哎，我想到一个，哎，你们有玩过那个吗？我们要不玩那个吧，就是哪个呀？那个叫什么？七，就是那个七的那个数字，那个逢七必过。啊，对，逢七过，你们玩过吗？哎，我们玩这个吧。既然说要那个亲亲嘛，那我们就比如说我们有几个区域哈 ，A 一就是 B 一 ，A 二是吧 ？B 二，然后还有外场是不是？让我听一下外场声音。哇 ，A 一的声音。第二的声音 ，A 二的声音。好，那我们现在总共五组，对不对？五组，那加上我是六个，你要不要也玩？我也么么哒吗？算了，那就我们来玩吧，我们六个，我们分成六组，好不好？那我就那就是顺序就是我数一个数，然后 A 一。A 二 ，B 一 ，B 二，然后外场，好不好？按这个顺序来，好不好？然后每次到了七和七的倍数的时候，我们就来一个亲亲，好不好？来了，我先数了，准备好。想等我了，想等我了。
三。好，没反应过来，外场没反应过来，对不对？到你们七了，你们爽了呀？那我们再来一次啊。我想个数字啊。十二。故意的。十八。真的不行啊，你行就好，你行我不过我太菜了什么我错了啊，是我错了，是我先错了啊，我觉得不管你做什么都错了都得还一个吧，没有啊，我在家里地位这么低吗Everybody say, oh, e, a,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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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的初太太，从早到晚都困在家里晃，乌烟金刚鹦鹉普通话像外语，初代中南的朋友总喜欢叫外卖啊 away a life 分披萨，土地上野兽传来叮叮叮响，一代五代数教书棒棒棒声，老妈妈每天都准时做有氧运动 everybody oh e a e oh e a e oh e a e a e oh sayI ea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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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t,无限身高爱的门票、哦哦、无限是开放，不要错过、哦哦、走过与路过不要错过、哦哦真的越来越默契了，每次想玩什么东西大家都马上立马即兴的配合了一个玩的东西，而且即兴反应能力超级是、哎、玩的开心吗？开心，你们真的反应太厉害了，很反应很快，我还以为是我还以为我没错，没想到我自己数错了、其实我也没有听出来，就是说实话我真没听出来，但我觉得你错了
但还挺好玩。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还挺好玩的。好，哎，先让他小水，然后 ，OK， 那接下来。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今年我和左立奇我们上半年就是一起改编的一首我之前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专门这位下午就是海边带一点微风的这种感觉来创作，应该是创作改编的一首歌，相当于二次创作，对，改动的挺大的。我坐这里，你们难道看不到他吗？OK，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熊》。晒伤了没有？不看不看，他小雪的手机还有一个角落。整天没有风浪，怎么我们会跌倒？我花在乱，要慌了。伸手不见月光，怎么繁星能闪耀光芒？脚印灰旧，夜幕还在锁。太阳上，云淡一定会有。天亮，我们都寻找到最漂亮愿望，耗尽多愁。
吉他可以小一个弟弟。我刚刚看到那个看法的东西。哟，还没有。嗯，在我们火星呢，有一个，有两张特殊的票。干嘛笑成这样？是可以来到舞台上最近的距离。本来我想说，最近的距离可以听演唱会，然后。最后感觉现在应该改话口了，可以最近的距离飙我。最近距离的说一些真心的。昨天上来那两个火星人真的太伤了。太伤了。有可能啊。相来啊，相互。相互恩爱啊。相互恩爱。相爱相杀。相爱相杀。以前他们是给上台的火星人说加油啊，现在对你说加油。我觉得你应该尝试一点这次。好吧，你知道今天有没有现场过生日的人啊？我听说今天有135位哇，过生日。135位寿星啊，那我在现场，在我们现场抽一抽啊，每位幸运的小寿星。外场，杨岭，杨岭，电话尾号是5647。杨岭，外场。小杨啊，小杨子啊，哎呀，岭有点叫的，小岭，哎呦，昨天是小林，今天是小岭，对，你在吗？准备上来过生日啊！啊，应该是在那一片，然后等我们的工作人员去领你一下。我稍微的，可以示意一下在什么地方？在这边，这边是吗？在这边啊 ，OK 啊，等下来过生日啊！尝试一点哦。那我们还要再抽一个，就是。今天现场有好几千人报名打麻将。贵阳麻将，你们是昨天都学会了贵阳麻将是吗？捉鸡。昨天我赢了，70分，不多不多不多，我也就一家一三家了。哎呦，今天三位应该都是非常厉害的人，相信一定要把你好好治一下。拿捏，轻松拿捏。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位马友，第二区，赵莹莹，莹莹啦，对，赵莹，赵莹莹，对，赵莹莹，嗯，电话是这是几九二，这是九吗？他怎么反着写九？对，感觉像 P 二三二，九二三二啊，对，九二三二，九二，电话尾号9232，赵莹莹莹，你在吗？莹莹啊，在这里，等下来打麻将啊。拿捏。我跟你说，现在狠话放得越狠，一会儿你就越怂。那这语气词真的笑死了。好，下一位马友，黄丽云。黄丽云，外场外场区，八，电话尾号8562。对，尾号小云，丽丽。
外场区黄丽云，尾号8502，招手一下，大家帮忙指引一下哦。谢谢。是这边还是不在那边？对不对？还在这边，哦、这边哦。边边怎么上来打麻将啊？好啊，还有最后一位，最后一位马友，抽一个 A 区的好吧？好，没抽到就没办法了。啊，外场。好、赵兰兰妮，赵兰妮，外场的电话尾号是8242。对，赵兰妮外场。妮妮啊，也是在那边吗？在上面啊，等一下来打麻将啊。好。等一下过来被我拿捏啊。好啊。开吧，我就看你的笑来笑。然后那我们生日的这一位是我们的小寿星来咯。领小领。哦，杨领，小杨，小杨，小领。对。来吧 ,Hello。Hello, 小领。有请。Hello。请进请进请。你好，来跟大家，跟我们所有的火星人，我们介绍一下自己。说不出话，紧张啊、哦？那你别往后掉下去了。没事，没事。那我们应该怎么称呼你？叫小李就。好、哦，小李，小李，好。那小李有点紧张，那。去排训了。那有请，有请。单身啦？你就单身了？小心，小心。对对，一小心。小李、啊，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是来自哪里啊？啊，我就是四川的啊。四川的，哇，那离贵阳很近啊、哦。那你会打贵阳麻将吗？哦，太好了，哦，你也不参与啊。啊，那你过生日，既然小李今天过生日这么害羞，那我们就唱一首。让他更害羞的经历。整点故事。可能你觉得一点。笑死了。你们说唱什么歌？枕边故事好不好？唱一首枕边故事好不好？好。那我们就送一首枕边故事，送给我们的小李。正好有个事儿，我真没有。就让我静。时光中
青蛙变成王子，带着他的公主逃离皇宫。我私奔到一个没人打扰的地方。此次两个人。生的这位都是这样，像小李这样性格的。别怂啊！哎呦！我真的，我发现我这在火星这十几年来，我的胆子真的是越来越大。越真的越大。小李，我们有。既然你过生日嘛，那我们当然要准备生日礼物啦。有一个生日蛋糕。那既然有生日蛋糕呢，我们一起来给小李唱一首生日快乐歌，好不好？我们先唱吧。好，也同时唱给我们今天在场的还有100多位过生日的朋友们，好不好？我们一起祝他们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小林生日快乐。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最后一句是这样唱的。是的，都精彩。哇，小李生日快乐！我们有个蛋糕。越画越好了啊、嗯！这个蛋糕送给小李，生日快乐！然后等一下可以可以帮我尝一尝，然后可以吃，一起来的小伙伴们，大家可以一起一起过生日，一起开心，对对对，生日嘛，就大家一起过才开心，对不对？对。还有一件这个，还有一件。专属的签名 T， 有一件我们专属的这个火星的红色的火星的这个 T 恤，送给小李当生日礼物。然后，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用的，实用的来了。我们有很多这个我们就代言的那个温碧泉的，还没上的一个最新的系列，叫小红星套装，然后有好多，这里面有好多个，然后回去可以女孩子嘛，肯定护肤啊什么的，当然除了保养以外，过生日最开心的就是。还准备了奔赴的红酒，然后什么时候在台上跟我们干一个？其实真的很想跟你们一起喝。在台上还是别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天总会有的，早晚都会实现的。会的。其实越来越大了。真的是。可以想尽一切办法策划一下。好。OK。生日快乐。红酒要代言久一点啊。今年能够给你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叫什么生日回忆，对哦，哎，你怎么自己吃了？啊，我想吃个糖啊，吃，我以为是啊，吃，哎呦，赶紧吃，多吃点，我就准备了一颗，啥呀？你们这么多人要，那我完了，这个难到我了。要不今天晚上我再给大家一点点糖，大家多吃辣啊，晚上很甜的。OK， 那接下来呢？啊，台上的什么哥哥好帅？台下光芒万丈的哥哥。台上光芒万丈的哥哥好帅，对，哇，你们真的太会了。我刚刚还看到有花傲天呢。花傲天真的。OK， 那我们下午场的时候，当然还有那个就是打麻将，就是打麻将，对，然后刚刚的三位朋友来了吗？已经都在后场了。有请有请。又到了我拿捏的时刻。嗯，好。Hello， 嗨 ，Hello Hello， 有请有请有请。来吧，你到台上吧，到台上。可以先上。哇，那我们按照顺序依次介绍一下。好 ，OK， 我先留着。别急别急别把我，这是什么？你先别急嘛，我什么东西啊，这是刚刚是当台上哥哥光芒万丈是吧，我这个乌漆嘛黑的灯泡对吧，弹完吉他之后，现在我要当一个麻将的主持人，我要换一个我的主持的专用衣服。还不错吗？你哪儿租来了这么新的衣服啊？
我在后台的时候刚好看到一件，我就拿过来。谁准备了一件？哇！哎，这个嘴巴怎么还有一点那种啾啾的那种感觉？不知道一会儿有没有啊？好过分！哎，小麻了。可以吗？做主播是有原因的吧。要说整活还得是你。啊，那我们介绍一下。不，你穿这个衣服的目的是什么？我还没搞明白。就是让主持的时候不要显得那么就是单薄，让突兀一点。因为你看，我给你弹琴的时候，我都坐在地上的，但穿了这件衣服就不一样了，对不对？突然就有范儿了。对，有扎实。这衣好羞耻啊，感觉好多个自己的脸在看着我。知道你们想赢，这才做大做强吗？好，我们要采访一下，来第一位朋友。要不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哦，我叫黄丽云，我是广西人，从杭州过来。小云，广西人从杭州过来，那你现在是在生活在杭州吗？对，是的，我在杭州工作。那你应该不太会打贵州麻将吧？我猜菜的。菜的太好了，你猜菜的，我就喜欢猜菜的。Hello， 大家好，我叫赵兰妮，我来自湖北武汉。武汉，我读书的地方，我办老家了，他已经是。那武汉麻将也很难的。你会打贵阳麻将吗？没赢过。哎呦，拿捏了，完了。你稍微忍，说得太好了。控制一下嘴我就喜欢听到别人说没赢过。OK， 感觉前面两位太大声了。你好，大哥你好，家人们你们好，我是来自河南开封的赵莹莹。莹莹，河南开封，那你应该贵阳麻将你会吗？不会，昨天晚上偷偷在火上第一次学。那你之前会打麻将吗？不会。这连麻将也不会打。刚刚学。哎呀，注意嘴角，注意嘴角，非常好。我感觉今天我又轻松拿捏啊。说不定哦，不一定哦，可能人家在隐藏实力。不可能，一会儿上来直接一个清一色的过去。不可能。那我们试一下吧。来吧，那我们先选一下位置好不好？先选一下位置。我觉得我就固定在这个位置就好了，你觉得呢？我不敢说啊，你决定就好。啊，不要。好吧，那我抽好不好？我抽。OK， 八的点和昨天一样啊，来。你就一个不是纯让他吗？对，好，然后我十一点，好，那应该是小云先选，然后来你，对你丢一下看一下是几点。啊，好，他们说让大哥先选，你们都觉得 OK 吗？好，那太惯着他了。来吧，都说让你先选，咋办？我摇骰子，好不好？这样顺时针吧，一二三四，好不好？要小心。哎，四，一二三四，那这边 OK， 好好好，那骰子决定的。OK， 那小云你们先选。那我们开始吧。啊，你先选，就你先丢骰子吧，要不然。好的。你直接丢上来，然后我们辛苦各位老师，到时候帮我们搬运一下啊。我们今天刚好就是顺时针抓，顺时针打。来吧，位置选好之后丢第一轮骰子，然后你要么拖一点。应该就算十点十后嘛，那就从这开始。这边四轮开始，老师帮我抓一下，好吧？谢谢。这四颗是他的。对，这四个是我的。
这个。好的，大家。这个 BGM 背景音乐是什么情况？这个 BGM 是。这个背景音乐真的听起来有那个味道了。发财，人中，碰，吃，五。哦，这个 BGM 都起来了，有点那个味道了，对不对？来，让我去。火星雀圣，雀神。好，等大家整理一下牌哦。贵阳麻将规则其实和川麻呀，还有很多地方的麻将是一样的，只是它多了一个捉鸡的一个环节。包括手上你如果拿到了幺鸡或者拿到了八筒，可以先打出来的话。就得了四分，每家都得。让我看了我的牌还可以。好，还可以。哟，哎，我牌真的好。还可以啊，你这把可以做大做强了。吗？哟，兰妮这边的牌也。你能看到他的牌在这里。我先打吗？对，你先打，花花先打。看看小云的牌。八筒。我现在就四分了，是吧？谁有两个八筒可以碰他吗？碰他，他的四分就没有了。捉鸡就是这样好玩啊！捉鸡，上来就拿分了。好，没有两个八筒能碰你，那现在花花得四分，好吧？然后他打了八筒，没有人碰吗？没有人碰，那我这个分我拿了。好，然后花花拿到四分，然后接下来是兰妮的牌。大家，我觉得这一把花花能赢有点难。因为各家的牌都很好。好，看看你打哪张牌。二头。OK， 二头。然后到小云，小云的牌。其实你们手上如果有 ，OK， 我懂。啊，你都没看你拿的牌，好的。也可以。好，三头，小云打的是三头。好，然后到莹莹，三家不要捅啊。那你要做第一次了是吧？莹莹打了九条。好，然后花花转牌。我看眼神。来，好，等一下，九条碰，稍等，九条碰。这个音乐真的好。好，三条。那你打了三条，然后到。小云的状态，赢了也是小屁股，不一定哦，万一我杠开呢？哦，说不定哦。好，小云的牌，稍等一下，老师可以这在这边，老师帮我们抓一下吧，好，这张，谢谢。这手臂好吗？好的。然后刚刚上家打的是三条，没有人碰，然后只碰不能吃哦，现在。什么东西？鸡头？什么？鸡头。七头打了吗？杠七头打了，杠、好，那现在花花杠的话，相当于从后面拿，从左立那里拿，你那里拿一张牌，他得到了小云的五分，然后这张杠牌的话，只要他打出来哦，大家可以要胡的话可以胡他这张牌，打，对不对？八分，把这个打掉了，对不对？打。八筒，好，哦，那这个应该是两分是吧？哇塞，好，这个又自己拿到了，这把我赢定了。可以，分还挺高的，又有杠，又有两个八筒。OK， 我操，太近了，打八筒到。这肉眼见真的太近了。那边拿一张，谢谢老师。又要那里。等会我再拿一张幺鸡，哎，又四分到手了。你还想 ？OK。我们这也很近。来，你打了一筒。太近了，然后到我们的小云，看一下啊，啊完了，四分被抢了，
为什么他不打啊？为什么要给你打啊？怎么看到他拿？他拿了一张妖姬，四分啊！不拿。然后有一个打了一个四万，不打是有原因的，好不好？别着急。那第一张妖姬是还没出来，对不对？对啊，第一张妖姬就等你打呢，对不对？好，二万，莹莹打了二万，那我花花拿牌，我看一眼，哟，我打一饼，好，一饼，花花打了一饼，然后到蓝一，感觉花花这手气这两天都不错，这手气，那当然，好，三万，蓝一打了三万。好的，我感觉有好牌啊，这边看一下小云，别吓我，哈哈，我真不错哎，小云真的不错，你的牌，哎，小云，你自己选一个，你自己选一个，等一下，我看一下，不会吗？不会吧？你听大家的，好，看你吧，你自己决定，想打哪个都可以。好 ，OK， 那就这个了啊。五条，好，五条。好家伙，花花你等着吧，一会儿有你哭的。好，然后莹莹，莹莹看看。我不会输太多的，我都已经分都很多了。好，哇，八头了，八分，哦，你得了两分，得了两分。哦，腰。哦，这不就是你的幸运了吗？真好哦，今天要啥来啥，感觉今天又要赢了嘛。七条，哎，你们不能这样，为什么？怎么能这样呢？我妖姬我们打四分，对啊，怎么能这样？啊，七条，做那我就赢不了了。怎么样呀？七条，真的这样？为什么？好好好，七条，放。OK， 花花打了七条，然后到蓝妮抓牌，还是那边的那边的牌。啊，碰，刚好蓝妮碰了七条，然后打七条是碰还是碰？打了一个五条 ，OK， 打了一个五条。七条被碰掉了，然后打了五条，五条到小云。哇，小云你这个，我也不好说。哇，哎，如果我跟你说啊，我都看懂了，你决定，我不知道啊，我不能透露。哇，好，你们都是好，都是帮我。他把他打掉了。OK。好的，四条，好。不能打一条。然后到莹莹，莹莹六条。OK。哎呦。三饼没有人碰，然后到蓝妮。好的，酒桶，莹莹要不要酒桶？啊，不用不用不用吧，不要。啊，然后到小云，啊，打了四万 ，OK， 四万也没人碰。我没有怎么看。然后到莹莹，我没怎么看，我没，我这张不小心撇到了，但也看不清楚。好，一桶，莹莹打了一桶。我真没偷看。好。偷看了我自己就没有乐趣了。你这张牌为什么一直留着呀？你这张牌啊，行，打了，打了六桶了是吧？我把这个打了四条打了。啊！不要！还能反悔吗？他都退出去了，人家已经过了。可以打吧？对吧？四条没什么用啊。好，就打这个。好，打了四条 ，OK。怎么说？
没看懂。不懂啊。挠头了。好，现在现场极度混乱啊！我还没进呢，在想怎么出牌的情况。好，你纠结一下，看看到底打哪张，好吧？那这个也挺完了，该谁了？到你啊！你到底你刚刚是打四条？我打了四条。好，落子无悔哦，打了四条，然后到了你。我在等他。这张牌直接打了是吧？五万。五万，莹莹那边要碰的。好的。哦，对哦，我留这个没有用啊。哦，那张牌不是，对对对。哦，对啊。莹莹碰我七米已经打完了。哦，我是说。好，没事，下一张再换吧。然后莹莹碰了五万之后打了九万，又到花花抓牌。我感觉我要听了。给我看一眼。嗨，炸打昏昏的，还没进牌。好，纠结一下，六头打了呢。这个。好。哎呀，我真的应该听你们的。六头。哎呀。我真的有点，感觉我自己有点呆。好，这边打了五条。我不会没听，听不了吧？听不了，你刚刚那些分都是别人的。不是，主要是他们三个跟我。不是，他们三个可能比我还菜。好，一万。你们真会告诉小云了。好，小云打了一万。好，到莹莹。八条。八条，莹莹打了八条。看一眼。我要，那把这个打了吧。四条。好，四条 ，OK。好，花花打了四条，到了。这我感觉我等一下都哦，我已经打了。来，你打了二万。来，你打了二万哦。二万炮。要不，哦，好。哎，等一下。碰为什么呀？要碰我来干嘛呀？碰那也没用，还要求回来了，还要多打两张呢。哦，碰啊，我得碰啊，对吧？不让他碰，碰了吧？你喜欢？什么意思？不能碰啊！不能碰，那我留着干嘛？今天打傻了，妖姬啊，碰了打妖姬，哦，吓我一跳。妖姬现在出来过吗？妖姬不知道哎。我打妖姬啊。好，妖姬第一张妖姬，有人要四分啊，我是第一张。碰啊，你要碰啊？叫你别打。懵了。那我这个就没分了，对不对？所以叫他别打是吧？这行 ，OK， 那、好，那我妖姬没分了啊，妖姬没分了。然后花花的那本来是他手上的四分，现在都没有了啊，全部就给他放地上了。你现在放地上了，然后我建议，但是我不用额外多给他分吧？也要啊，不用了啊，对对对，我就是我妖姬的那个四分给他了嘛。啊，没事，我分太多了。好。打了个七条，然后接下来莹莹抓牌。七万。我不知道啊，我碰碰。不碰啊，不碰啊，不碰不碰。我不要。哎呦，对不起对不起，老师差一点。六条。六条。好，然后到南京，看看已经接近尾声了啊，六条，接近尾声了、没有，我只是就大概形容一下，别着急。好，四万，小云那边打了四万，到莹莹，各家都在各自的码，不过大家都还没听牌吧？
好，三万已经打了。但是只有有没有一种可能，只有你一个人没听到？要。都在给他。不是啊，我打这个我听了。对啊。是听了。我打这个呀。果然是高手，听了再说吧。但你知道就是糊的能糊。他听了，但是他碰了二万，他只有一张。二万打完了，他碰了自己。我就打这个。对吧？好，哎，好吧，好吧，我就打这个。Okay. 世界上有所有的路，他选的最难的那一条。好的。单掉一张。有多少可以糊的牌，他选的最难糊的那一条。对。好。然后接下来是蓝宁，九万。做不大呀、啊，这个扑扑活。二万在谁那呀？二万我是他的呀。是你的，在谁那呀？好，哎，一桶。小云打了一桶，然后到莹莹。现在就差一步了，感觉每一家就差一步了。完了，那我糊不了了。现在才知道了。所以让他别打。OK， 啊，莹莹打了三条。但是我听了，至少是安全的。哎，那就打那个，打这个，对。哎，不，不是那个没了，二万没了。六啊，二万已经没了。六万，哎，耍赖了啊！哈哈哈哈，这就是天。好懵啊，他下面出主意的一堆。看看打哪张牌哦。生命牌。死活不听你的。好像确实哦。但我这样，我要打到这个，我就不听牌了，对不对？哦，那我岂不是不能做大做强了？你先糊了再说吧，你。你现在还想做大做强？你刚才还做不到了。哦，我还能做碰碰。就传说中的有骨气，你试试吗？都已经下午都结束了，还要做碰碰？哦，做不了，那就我得打。张牌啊！九万都打出来了。好，哎，九万打掉。然后到蓝姐这边。还有一个八桶是吧？还有妖姬。OK， 四桶，南京这边打了四桶。好，然后。不会最后海底捞吧？哦，不要小。一个人都没赢吗？贵阳没有海底捞吧？还没哭呢。吃的海底捞有。不是，我的意思是，贵阳麻将没有海底捞这个打法了。他被左大爷搞懵了。哦，贵阳没这。有啊，有啊，海底捞不就是打到最后一张吗？对，但是他不知道好大，上不上？对，不知道。好，八条，刚刚听到非常野性的一个特困，有，我不要，完了，这个好难糊啊，二筒。哎，是那边碰了是吗？这一个都没碰吗？没有吧，我刚好也不想要那张，糊了就结束了呀。哦，才打的，糊了吧？不要不要，这个要不了，好像是他好像是要不了的。我不要二筒，二筒有人要吗？因为给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只有花花有杠，所以花花可以去捡别人的炮，可以糊任何人的牌，但是其他家没有杠的，他是不能捡别人的炮。我现在糊不了，只能自摸啊。当然，所有人也可以捡花花的炮，因为他杠了。好，好，二头，不要，好，
对，其他人不能唬我的。哦，其他人不能唬他是吧？对。哦，不好意思。他们只能自摸。好好好 ，OK， 他们只能自摸。好，你厉害。好，五条。那现在只有花花可以捡别人的炮，其他人只能自摸喽。蓝妮、小鱼和莹莹，加油！我得换章子呀，要不然我糊不了了。好，中间上的牌所剩无几了。二万我已经碰过了，然后对面还有一张，四张二万都打出来了，只有十一张牌了。不换怎么糊啊？一起吧。不用糊啊。不然麻将不用糊哦，对对对对对。可以算分是吧？太宠了。对，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不用胡，但是你要听牌。啊，就听牌就有分。不然你到时候没听牌。没听牌就没分，还得扣。不要打了，酒桶。好，酒桶。碰是吗？碰酒桶，看莹莹打哪一张。OK， 可以再给我多一张牌了。好，莹莹打了四条，就到花花抓牌，没有人碰的情况下，花花抓牌，现在只剩。啊，把这个一万打了。一万，我打一万。哎呦，好，一万打了，有人要碰吗？一万，起死回生了吗？是吗？就多了一哦。啊，不碰是吧？一万不碰。就多了机会了。哎，不对，他糊了，他糊了。谁糊了？好，二头，然后再到小云。好，出来数一下自己能不能糊是吧？数一下还有几张。最后一张，六桶，也剩一张，然后到莹莹，哎呀，看一下花花胡的牌，稍等一下哦，胡了，哦，没有，你刚刚打的是。OK， 没有啊，是的，正常。哦，吓我一跳，炸胡，炸胡。好，三条。看来花花还是有机会啊。我感觉我都胡了。我觉得可能就是这张。我马上要自摸了，你信不信？我觉得可能就是这张。就这张。也是分嘛，对不对？八桶，还有一分。八桶。对啊，我又有一个八桶，还有个妖姬还没出来呢，我还能再拿两分。哎呦，来，然后到算分的厉害了。哎呦，虽然没胡，果然是难捏呢。我要胡了。行，好，九条，下一张就胡。OK， 小云打九条。大家不会还没听牌吧？哎呦，不知道，没看懂。哇，我在想。现在就二选一了，我跟你说，花花，等一下，接下来就两张牌，海底捞啊，真的就两张牌了，我觉得就是这张，还有最后两张牌是吗？三张，就这张吗？啊，两张，最后两张，还有两张，但是我是最后一张了吗？不，你就是这张，对，不知道我自摸一下，摸到什么？可以，改了金之后夹四万，绝张四万，绝张四万，哎，那还哇，牛的，我就说了嘛，在火星还想打麻将打赢我，轻松拿捏好吗 ？OK， 那我们恭喜花花，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清算时间，好不好？来，希望老师给我们算算分。好，他还换了几轮，有分数的时候扣他扣子的。其他几家也都听牌了，只是可惜。如果海底捞算是大胡吗？好，最后一张捉鸡哦。没有啊，捉鸡没有。对，最后一张捉鸡，然后是二条，然后手上有三条的，有三条的朋友。三条我没有。有三条的朋友加一分，好不好？然后蓝妮这边有一张三条，你那边有吗？没有。莹莹那边也没有啊。有川麻有那个最后四张。有的，你有两张。对，莹莹有两张。最后四张。贵阳麻将好像没有最后四张吧？没有，我是记得前两天他们教我的规则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个大胡，好像没有。哦，那就不，那我这个不算了。
好。哦，我有一杠，还可以。你这分儿挺好的呀，三个八五，然后又有一杠。我也有啊，不要，我们按正规的规则来。反正不管赢多赢少，我都是赢的呀。哎呦，哎呦，做大做强不要了。稍等一下，我们现场的导演正在帮大家结算一下分数。然后刚刚最后捉鸡的时候是二条，刚好就是分数的话就是三条。莹莹这边有两张，蓝妮那边有一张，然后花花没有。哎，你没有吗？那怎么只有三张？还有一个三条在哪？哦，两张，对不起啊，蓝妮这边有两张。好，那我们精算一下，果然是完全被你的气势给唬住了，好不好？难捏啊，真难捏。你一开始上来的时候，说实话，你的牌很难拼牌，然后蓝妮那边早早就拼牌，主要是然后这边也小云也拼牌。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是会有。还也是你呀、啊。背后总是会有一群军师，好吗？你知道，你刚刚一开始要是打妖姬，你就送的分就比较快一点。然后他那边其实我刚刚也，我刚刚本来打错了一张牌，要不然我可能更早就服了。啊，火星确神，是是确实，轻松的对。我看看第二名是谁。好，那稍微做休息。现在有人没听，还有蓝妮，三家都听了。哦，所以不会像昨天那样赢七十分吗？他有三个妖姬，应该是分最大的。那也就十，他这就八分了啊，不多，其实不多，对吧？这一分哦，两分，一分，两分。是不是有点太容易了？哎呦，真的是有点太嘚瑟了。真好奇今天的第二名是负多少分？哎呀，看一下我们三家的话，看一下得的分，应该看，就虽然你赢了啊，但是我们今天还是一样，第二名也算是胜者，对不对？对啊，第二名肯定是胜者啊。我只想知道他付多少分而已。真的不能让他得一点点。我发现我前两天做的那个答案之书，他真的不准。他说我不会赢。结果赢了两天了，可能第三天会输把大。哎呦！要不然就是他说的是反话。哦，不对了，如果那样的话，那我岂不是要送你一把吉他？对啊，我问了送吉他，他说不可能啊。那如果是反的话，那就应该是的。有没有可能对你是真实的，对我就是这么双标吗？这本书。好家伙，有可能，有可能你们帮我催一下呀。答应了多久了？其他闲人都没看到。衣服给他试一下是吧？你要不要试一下这件衣服？这个衣服？那我套两件衬衣啊，我有点肿啊。不过里面是个 T 恤就会好一点。哎呦，哎呦！哦，这个码数刚好剩下了。这件衣服还不错哦。是的。我真的，这个是不是你的演出服？我把它穿过来。不是，我都没见过这个衣服、啊。把自己穿在身上，好奇怪啊！好帅，好帅！
那刚好借着这件非常好看的衣服啊，然后我们来宣布一下我们最后来先宣布我们的第一名啊，第一名花花自摸三家，加上捉鸡的牌，所有的分数加起来总共46分，恭喜！啊，完了，没有昨天高啊。然后，那我们再宣布一下，我们分数最低的，不好意思啊，我们的蓝妮啊，-20分，然后就是我们的莹莹，然后-12分，最后我们第二名就是我们的小云，总共得了5分，然后恭喜小云，5分啊，对啊，5分，正数啊，比你只少了41分呢、啊，哇，受不了他们两个，要开始嘚瑟了是吧？还是很厉害。好、啊，很厉害，是的，至少不是负数。昨天所有人都被你打成了，才比我少40多分。嗯，是是是，很厉害了。对，能跟我距离拉到50分以内的。哦，昨天第二名可能跟我差了90分。啊、对，70分和-20分，对吧？对啊。OK， 那我们就谢谢我们的蓝妮，还有谢谢我们的莹莹，好不好？好。然后恭喜我们的小云，然后留下来。就是等待，等待一下，然后花花会有一些哎话跟你说啊啊，开玩笑，让你嚣张。好的啊，有我们非常好玩的环节留给你啊，小云，嗯，丽云，小云你好，恭喜你啊，得了5分，恭喜你。得了第二名，恭喜你，只比我少了40分哦。没事，别怕，走，靠近。有请，有请，有请，请。加油啊！你说我厉害是吗？那当然。哈哈，轻松拿捏，好不好？好好好，拿捏。哎，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哦，你们还有一次机会哦，请坐，小云。哇，好大声。OK， 那小云，我们为了庆祝你。得了5分，然后，对，就是我这个40多分的人就决定唱一首歌给5分，然后来我们的05分，想听一首什么歌曲？你唱什么我就听什么。哦，那。我们结婚嘛，哪有这首歌啊？谢谢。虽然你们今天现场真的很多人穿了婚纱，我看那有一位穿着婚纱还戴一个墨镜，那么朋克的人。然后叫什么朋克新娘是吧？OK， 那唱大爷，你觉得唱？我主要是吃席，对，我主要是吃东西，可能是，要不然晒吐了，毕竟也没赢呢，防晒不带，不然就太晒了，明天带着。因为你赢了麻将，我们都很崇拜你啊，所以这个歌应该由于你来定啊。哇，崇拜我，就只能说我们就唱一首40分05分。几公里吧。好，那就我离40分几公里。对。Okay. 一条路踏过太多。一封信写下太多，如果你这风没法走，对吧？自
一张床睡过多久？脆弱，一整天吞下几颗苹果，一杯茶换一朵寂寞。路人走过云霞，爱情披风沙。谢谢我们的小云，希望这次麻将的体验能够给你有一个美好的回忆。然后，我有这个礼物送给你，然后恭喜你可以获得第二名。还不忘了，他会傻了都。好的 ，OK， 恭喜我们的小云，来送给你这个红色的专属的 T 恤。OK， 谢谢小云，谢谢小云啊。那我们同时也谢谢我们的左大爷，为我们大家一起玩了一下午。好 ，OK， 那接下来呢，我要演唱我们今天下午的最后一首歌了。然后唱完这首歌之后呢，大家可以去这个我们这旁边这里都准备了很多的火星的餐食，然后大家一定要多吃一点，然后这样才会有力气晚上一起更 happy。OK， 那最后一首歌曲《我的滑板鞋》。
有些事我都已忘记，但我现在还记得，在一个晚上，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不是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处滑板鞋与众不同，最时尚跳舞肯定棒啊！这个城市，这所有的街都没有。他说将来会找到的，时间会给我答案。星期天在寻找，依然没有发现一个月后，我去第二个城市，这里的人们称他为魅力之都。醒过来，很快夜幕就要降临，我想我必须要离开。当我正要走时，我看了一家专卖店，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啊！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你的路上，我心不自禁摩擦，摩擦摩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OK， 那我们晚上见。